喂鸭的时间又到了啊！这每天必须喂的，不喂就喂瘦啊！啊，我今天心情好，我们给他两包又去掉300多啊！走去鱼塘 ，Let's go， 出发。把鸭子赶到上面去啊！这下雨天，哇，滑溜溜的。把他们赶到这个草丛里来啊！这里面杂草比较多啊，啊，让他除除草。下面的话，这几天下雨，也湿哒哒的，给他换个干爽的地方是吧？这个鸭子陌生的地方还有点怕怕，小怕怕，嗯，上去。喂，跟我走。鸭子也变懒了啊，叫它除一下草啊，我的也不吃你的。吃饱了，都去水里玩去了。它运费就去掉一半。鸭子喂完了啊！之前好多粉丝说，这哪里有900只鸭？究竟有没有，我们也不清楚。反正这个鸭是没看见死，
啊，它会跑哪里去啊？是吧？之前很多粉丝说这个鸭怎么卖，去年我卖的这个是128，顺丰包邮哦。这个邮费太贵了，一只鸭子也就是60来块钱的利润。这邮费一只鸭要这个60，哎，我上62块钱的邮费啊！你这一只鸭子60，我算一下能不能挣钱的啊？60，就打它60一只，60一只哈，128，哎，打它70一只，70一只，如果这900只都在哈，900只算。反正我们抓来鱼塘有940嘛，就算970，六万三，饲料3万多，目前吃的饲料，马上又要装过来了哈，3万多要4万了啊，还挣个毛钱啊，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支数啊，扛不住，过两天啊，开始上架了啊，感要有喜欢的老铁。支持一下啊，这个 hold 不住了，呵呵，一天2包300多啊，没卖出去就是亏。走了，今天就到这啊。